陶喆推出新专辑，25日在台北举办签唱会，骑着机车出场，强势回归。虽然在机车上的形象相当帅气，不过在烈日下感受可想而知，难怪陶喆也忍不住大肆吐槽。我刚刚骑了个机车，对，很爽，很爽，可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。我刚刚真的觉得我的那个大腿的内侧好像有点烫伤，对对对，所以等一下要擦一点那个药膏，好烫哎，超烫的。现在明星都喜欢跨行寻求挑战，话不少豪言要拍摄电影的陶喆终于有了最新动静，明年将正式跨行攻占电影市场。电影界基本上就是明年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因为明年不会有这个新的专辑，然后这个我不用讲，你都知道，明年可能不会有新的专辑，哎，不一定，很难讲，但是明年肯定是要把很多的时间，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拍电影的部分。但因为我自己要写剧本嘛，所以本职跟导演的部分我会来担任，对不对？演技的部分就找专业的演员嘛，对。还以为可以在大荧幕上看到陶喆的英姿，原来是要当幕后大师。